可是这不是我，大师兄，你就别谦虚了，这就是你画的。对呀，别谦虚，不是，肯定是你画的。哎，有一次，我们俩在你书房可亲眼看到你画这幅画啊，你想想，是吗？是吗？对呀，大师兄，谦虚过分，可就显得虚伪了啊。是他画的，就是真厉害。景湛，你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太高。 我听大家说，你画完匾烧了，弄得谁也没见过你的作品，也不知道你的作画水平。今天一见，才知道你的水平早已跨入画师之列了。院长，那是对，那幅画烧的是挺厉害，快多了。谦虚了，还藏着掖着给我们。这不是我画的吗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呀你呀，你不知道，人家院长刚才可说了啊，能画出这幅画的人，那得跟大师兄情如以沫。